98度的水就快要沸腾，这个时候差一点就会变成水蒸气，一种全新的状态。但若此刻的你决定停止燃烧加热，它就会冷却下来，水还会是水。在爱情里面，我是全力以赴。那你去啊，去告白啊，在水都不。喂，老叔。我觉得自己像跟这边一样，对他的爱越来越重，都感觉不到另外一边的重量。因为爱吧，想看他笑。看他幸福，想懂他的心思，因为他爱他，有时候连他怎么付出我都不去计较。扣扣扣，你在吗？你好吗？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？还是要载我回家？我以为这样就是谈恋爱，没想到不过我们准备好说爱过。如果因为害怕改变现状而退却，就永远不能感受真爱沸腾的炽烈。你的爱情在哪个象限？如果你觉得等待真爱就像等待奇迹，那么请相信会有奇迹。